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7页，倒数第六行，从当中看起，智行，智行菩萨。表言持境界，戒律它主要的宗旨就是治物行善。我们今天所谓凡是负面的不善的，决定要禁止。所以佛给弟子在家弟子制定的无戒十善就是标准，这就属于智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无戒。十善里面把无戒扩张了，把这个不妄语开为四条，不妄语，不良舌，不恶口，不绮语，再加上意义，就是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加上前面不杀不盗不淫，这就是十条，这是佛法的根本戒。对谁说的呢？对一般人说的，这是世间法。那学佛呢，必须要具足无戒十善，才有资格入佛门。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入佛门。这也就是说，世间人要真正是个好人，佛才接受他。不是真正的好人，好人的标准就是无戒十善。十善是普通的教学，没有要，它不是戒律。无戒是戒律，戒律是必须遵守的，决定不能违反。净业三福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条世间福报，第二条小乘，
第三条大乘，啊，这是佛法，没有第一条不能进入第二条，啊，第二条只有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虽然只有三句，当中这一条包括很多，啊，具足中戒，啊，在家出家的。小乘戒、菩萨戒很多，啊，那么有小乘学习的基础，才能够进入大乘。啊，大乘有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所以净业三福总共十一句，十句是自利，末后一句劝进行者，这就是弘法利生。啊，你看看自己不成就，不能教学，教学一定自己先成就。那身行言教啊，自己没有做到，不能教人，教人人不相信。啊，在历史上，教学最成功的，释迦牟尼佛，中国的孔夫子，这教学最成功。啊，为什么会最成功？他们都是掌握住。先行其言，我说话我都做到了，我没有做到的不说，所以别人相信。如果我们说到自己没有做到，别人不信的，啊，不信那就是白教了，这教育失败了，啊，所以至行。在佛法里头非常重要，啊，他的意思就是持戒，啊，严持境界。持戒的目的是为得清净心，清净心就是禅定，所以讲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智慧。啊，清净心生智慧。六道凡夫的心生烦恼。啊，他不生智慧。啊，为什么？他的根本烦恼没断。根本烦恼。就是无始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见思烦恼断了，六道就没有了啊。什么人断？阿罗汉断了。所以阿罗汉出来六道了，啊，阿罗汉真正证得六道是一场梦，啊，《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阿罗汉证得，他醒过来了，啊，再不受我六道轮回的拘束了。啊，他能不能回到六道来？难。来干什么？来度众生，来教化众生，可以。啊，他不是业报。啊，没有证到阿罗汉果，也就是见思烦恼没有断的人，在六道里头总是受业力在支配，自己做不了主啊。
啊，善业感得的善果，恶业呢感得的是恶报。苦不堪言的，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出不去。啊，少数、极少数的人觉悟了，知道六道苦，啊，学佛求生净土。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智行在这里有这个意思啊。你看智我行善，又念佛呢，即是持戒，是智行啊。念佛一心专念，心里都只有佛号，没有烦恼啊，也就是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这个心纯净纯善啊，这是真心。用这个心念佛就有感应了啊，一般念佛的人都没有感应，念上三年不相信，为什么没有感应啊？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自己，自己念这一句佛号有夹杂，有妄念，这就不行了啊！一定要没有夹杂，没有杂念才好啊！就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是净宗法门，称为无上法门啊，就是这个法门。只要自己真正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念这句佛号，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不容易。为什么？要断烦恼啊！唯有净土宗不要断烦恼，待业往生，我们才做得到啊！要断烦恼，不待业往生，那我们都没份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为我们开这个法门啊，所以这个法门主要的度脱的对象是六道凡夫啊，不是菩萨声闻缘觉，不是的，这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啊。六道凡夫可怜呐、啊，无量劫都出不了六道啊！阿弥陀佛特别开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之外，古大德称为门与大道，那个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一条成佛之道。啊，这个法门很容易修，很难相信，尤其在现代
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善根，啊，遇到这个法门，不相信，当面错过。啊，那我们这些人，过去生中确实有善根，而且有大善根。虽有善根怎么样？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投胎迷了，从小没人教我们，没有人提醒我们，啊，那这信心从哪里生？这就经教了，啊，学习经教，在经教里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相信了。那么如果经教要听不懂，经教不能契入，善根太难了啊！所以这佛净土法门念了几年佛没有消息，改学别的法门，甚至于改学别的宗教啊，别的宗教讲升天呢，容易修啊！啊，佛法十善业道就是升天啊，上品十善，来生就是升天道啊！你的欲没有断，生欲界天。欲望要统统卸了，放下了，生色界天。啊，最高的生无色界天，这不可思议。天地福报大，寿命长，啊，所以也很能诱惑人。啊，我们看世间许许多多宗教。终极的目标都在天堂啊，基督教的天堂，伊斯兰教的天园，意思是一样啊。我们道教讲的神仙大概没有离开欲界，欲界有六层天，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无比的幸运，能遇到大乘，能遇到净宗。啊，遇到大乘净宗，换一句话说，这一生呢，出轮回的机会有了。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掌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啊？问题在此地啊，信心不足是很大的障碍啊。怎么办？一定要在经教上下功夫啊，经教上通了明白了，信心坚定了，不再动摇了，万缘能放得下了，往生有把握啊。去年年初南阳来福寺海贤法师往生，为我们表法，112岁，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了啊。他走的没有人知道，他是晚上走的。
别人都睡觉了，他老人家念佛往生了，自己敲引擎，念佛走了。平常他晚上念佛不敲引擎的，走的这一天敲引擎，走的这一天，白天还工作了一天，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拔草浇菜整地，做到晚上天黑，有人来喊他，天黑了，可以收工了。他回答是，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要再做了。这没有想到，他当天晚上就走了。120岁，精神体力、头脑清楚，像年轻人一样。临往生这一个月说的这些话，以后人家一反省，他是预知时知，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一点病迹象都没有。所以人没有怀疑到他走。他是讲了他要走了，但是大家不相信。身体那么好，怎么可能说走就走？有老同参他给人辞行，他说我最近要走了，这些老和尚去，你走的时候告诉我，我们来给你助念。他回答是，助念不可靠，助念没有信心，我不要人助念，我自己念佛走。给我们做证明啊！证明里头最重要的这叫表法，最重要的表法，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为我们证明西方真有极乐世界。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啊，我估计至少有10次，10次以上。别人看不到，他看得到。有一天早晨起来烧香，烧了12支香。有人看到了，问他你怎么烧这么多支香？他说我看到床上床下门里门外通通是阿弥陀佛。虚空法界通通是阿弥陀佛，烧12支香。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幸运持名真正能往生。他就是一句佛号，一生念到底。20岁出家，师父告诉他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老实，他真干。这一句佛号念到往生，念了92年。
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老和尚这一句佛号，总多少万遍呢？92年没间断呢。你想他念多少遍？所以这一句名号的意思他自见了，不要人说，他全明白了啊。这个明白是什么？宗门里边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听讲经开悟，是同一个境界。啊，真的其义自见，这个其义自见是整个宇宙、过去、未来、此界、他方，啊，性相、离世、因果，他全知道了，没有他不知道的。啊，他不说。师父交代的，到你知道的时候也不要说。啊，他能遵守。啊，一生真的没告诉人。我们在光碟里面细心去观察。啊，看了几十遍，看出门道出来了。啊，看到他念佛功夫的进展。啊，20岁，他的秉性好，老实、听话、正干，德行好。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真诚。为人真诚，心地清净，对人对事对物非常恭敬，这是德行好啊！啊，这么好的条件，听老师的话，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相信3年。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是什么境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也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心地干净。没有分别，心平等，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他达到了。觉是大智大悟啊，清净心就是阿罗汉证得的，平等是菩萨证得的，觉是化身菩萨，就是诸佛如来所证。啊，那么清净心是事业心不乱，平等觉是理业心不乱。啊，3年功夫成片，往生的条件就取得了。念佛功夫的深浅
那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的取得。他三年就成功了，23岁就成功了。啊，像这种人继续努力，我相信30岁左右，他就真的事一心不乱，啊，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事一心，生方便有余土，啊，30岁，40岁呢，就非常可能达到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啊，生十报庄严土。啊，那么他活了112岁，那怎么回事？不是他的寿命，他很想早走。阿弥陀佛叫他住持，说他修行修得好，要表法给修行人做个好样子。啊，所以他的寿命到112岁是有使命的，阿弥陀佛交给他使命。啊，使命为什么呢？为净土宗遇到了麻烦，啊，这20年来大家排斥下莲居老居士的回籍本，排斥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反对我们学这个法门，批评人太多了，啊，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啊，不敢讲绝后是空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灾难。多少人学习这个学了10几年放弃了，啊，改用原译本，不敢用汇集本。啊，国内有一个法师，非常难得，啊，用了10几年的时间，收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啊，来辩驳。啊，毕竟因为他年轻，声望不够，啊，但是他这份努力值得赞叹。弘林法师，啊，我们对他非常感激。他写了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缠僧。啊，最近他身体不好，我们念佛讲经，把功德都回向给他，啊，希望佛菩萨延长他的寿命，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净宗法门需要这位法师，我们求佛。啊，那么有人说他过去是将军，杀人很多，啊，所以有这个果报。
那他自己也了解啊，所以如果说是在国内外有机会放生，我们可以专门为他来放生啊，将放生的功德回向他，延年益寿啊，消除他的杀生的杀业啊。我们做这个事情，自他两利啊，修功德的人得十分之七，我们自己得十分之七啊，我们回向给他的得十分之三啊，所以我们要多做啊，把听经、学习、念佛啊，放生的功德回向给他。我们相信，我们的愿心会成就，佛会加持，会保佑。啊，佛法确实要兴旺起来，众生才有福。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帮助。啊，现在全世界的人都需要，需要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大乘佛法，特别需要净土宗。啊，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知道。啊，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海鲜老和尚表法任务圆满了，就是这本书的出现啊，大概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遇到有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了啊。所以他在往生前三天有四个居士带了这本书去看他老人家啊，老人家一看他带的书，这什么书啊，他就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他听到之后非常高兴，如获至宝啊，马上穿袍大衣，把他最心爱的衣服穿上，告诉大家你们给我照一张照片。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人给他照相，没有，只有这一次啊，欢喜啊！而且在照相的时候，他们这几个居士给陪在一起嘛，啊，闻到异香，有两三分钟，啊，几个人通通闻到，没有想到。三天就走了啊，那他这个标法就很明显了，为我们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是真经，不是假的啊。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真注，那不是假的啊，是以经注经，佛说的，祖师大德那都是菩萨说的啊，不会有错误啊。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些年学习这一部经典，这一部注解没有错误啊，他完成这个使命了。没有看到这本书不能走啊，啊，看到这本书他就可以走了啊。我们也要求佛加持弘林法师啊，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要活超过100岁。
活在这个世间很辛苦。没错，菩萨要发大慈悲心，不怕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给世间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会带动全世界。在主席的习主席领导之下，我们有信心。我们要尽自己一份力量，无论在哪一个岗位，要尽忠职守。这就是协助国家。希望汤恩比的话是真的。他在晚年信心非常坚定，整个世界的希望都在中国。我们再看最后一尊解脱菩萨，表灭除劫缚，劫跟缚都是烦恼的代名词。世间人常说心有千千结，那就是妄想杂念。戒的意思更严重，戒成业报啊！复是绳索捆绑啊！你不自由不自在了烦恼这个东西解除了，所以叫解脱，解劫脱缚，烦恼从哪里来的？是自己感应来的。任何人都不能把烦恼加给你，你自己愿意接受就没法子了。佛教我们怎么解脱？放下就解脱了。你要肯放下，第一个要放下我。我是一切罪业，是轮回的根本。所以佛门修复头一个要把我放下，无我。为什么呢？这个我是假我，这个身体假我。为什么它有生命？真我不生不灭。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自信找到了。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本来没有生灭，那是真我。不要把假我当真我，不要把妄心当真心，这是佛门净佛门头一个条件真正明白了我是假的，不是真的。
那这个身体跟我什么关系呢？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啊，衣服是我所有的，脏了马上换一件。啊，在六道里头，轮回这个身体是假的，是生灭。啊，我住在这个里头。啊，他不是我。啊，他要坏了，可以换一个。啊，六道轮回啊，舍身受身，不晓得搞多少次啊。迷了啊，以为身是我，为这个身造多少业，造多少罪，啊，都从身来的。这个事情只有佛清楚，佛知道，所以佛教我们放下身见，不执着身是我了，放下边界，边界是对立。啊，我没有了，当然不会跟人对立，不会跟事对立，不会跟一切物对立，对立的念头没有了，就不造业了。啊，再放下成见。啊，见取见，戒取戒，成见。我们说某人成见很深。啊，自己总以为自己所想的、所说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其实全是假的。啊，随佛教我们断我不着断我的想，修善不执着修善的想，啊，让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叫真修。啊，这在佛门是什么地位呢？刚刚入门，小乘出苦，大乘初信为菩萨。那用这个来做标准，我们够不够做佛的弟子？不够啊，身见没断呢，那你就没入门呢。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大小乘见都有，你身见五种见惑没有断，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五种见惑断了，入门了，入佛门就成为圣人。啊，小小圣人，好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啊，真的是佛学生，那不是假的。五种见惑断了，本能有两种恢复了。神通是本能，本来有的。啊，这五种见惑断掉，天眼通、天耳通这两样出现了。啊，你有天眼。鬼神一般人看不见，你能看见。天神一般人看不见，你也能看见。啊，至少欲界六层天没有障碍。啊，色界天你看不到，欲界天你能看到。啊，那么再把思惑断掉，思惑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与生俱来。我们迷了本性，那一天这个烦恼就跟来了。啊，这什么？这不讲身体了，身体是物质现象，讲精神现象。精神现象里的有我，
啊，人死了，知道身不是我，身丢了，灵魂是我，执着灵魂是我，啊，灵魂真存在啊，活动力非常大，啊，那叫什么？叫我见。啊，身体是我相，我相有生灭的，假的不要了，我见之主，这个我见什么？就是摩那识，啊，阿赖耶识的摩那识，摩那识是迷耶，摩那的根就是我见，跟着我见一起来的，我爱。那个爱就是贪啊，我慢，慢就是嗔，我痴，痴就是怀疑啊，所以贪的核心是爱啊，这是自私自利的爱啊，不是自信的性德，自信的性德在佛法不叫爱，叫慈悲。菩萨真的啊，嗔恨的核心是傲慢，愚痴的核心是怀疑，贪嗔痴慢疑。叫俱生烦恼啊！你只一迷，一念不觉，起了一个妄心，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变现出这个世界啊，虚空法界，你就迷在里头。这一迷可麻烦了，生生世世的迷，念念不绝，不绝就是迷啊，诸佛菩萨念念绝而不迷，六道凡夫念念迷而不绝，啊，圣人他所证得的唯不退啊，初住不是这个小乘初果，他不会退落到凡夫啊，也就是说他身见搞清楚了，丢掉了，不要了，不会再起执着身的念头，他不会啊，他努力在修，那修很苦啊，天上人间，所以他证得初果之后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他没有出离六道，在人间寿命尽了，他到天道，天上寿命尽了，再到人道，人天这两道七次往来，他就证阿罗汉果，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阿罗汉六种神通具足啊，有天眼、天耳、他心，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日本江本胜做的博士做的水实验，啊，我们高雄刘医生也做了个水实验。我觉得刘医生做的超过江本博士，对，江本出名了。刘医生没出名
啊，做得好啊，人起心动念的，谁晓得谁的反应，你起的善念反应没有啊，不善的念头就很丑陋。啊，在中国大陆，广东潮州有个谢总，啊，很难得，他把他企业赚来的钱，通通办班教学。每个月办两次，每一次七天。啊，他就是七天办一班，休息七天，下一次七天再办，办了三年没中断，一分钱不收，人家捐钱也不要。他公司赚钱的时候，好像人数只有100多人，啊，他能照顾的，共吃共住，七天到那个地方。他这个班里头第一堂课就是水接近啊，人生不能不看的这个一个实验啊，要大家看，看了之后你心里就有数，原来自己不知道，现在你明白了，起心动念有感应啊！我如果是说恶念，那个反应非常不好，对你身心健康就有障碍啊，对你家庭事业当然也造成麻烦啊。人的念头好，念头就一帆风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啊，很有启发性呐、啊！头一堂叫你相信科学，这是科学说的。啊，七天的课程，七天能够把一个恶人变成善人，能够把一个贪官变成廉洁，啊，再不敢贪贪污了。真了不起，证明人心本善，人是很好教的。啊，我们过去在汤池做这个实验，还用了3个月，他7天呢、啊。那跟我讲我都不相信啊。啊，拉他的光碟，这个7天教学的光碟来给我看，那没话讲。啊，我介绍日本前首相鸠山去看，他去访问了。啊，这个资料我看到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亲眼看到，啊，我人真受了感动，不敢做坏事。现场有一个开电动玩具的老板，啊，他开了10几家。7天扩上了之后，他向大众忏悔，决定他这个电动玩具店统统关门。鸠山夫妻两个人听到了，问他真的吗？真的，他感到很惊讶，不可思议啊！那赚钱的生意啊，听了之后不敢干了，钱是赚了，害了多少小孩啊！再不敢做这个坏事了啊，非常有效果。啊，那么他7天课程没有老师去教，完全用光碟，他
他自己做教练，啊，教练什么？带着大家一起看，看完之后，让大家提出心得感想，啊，互相交流，他在引导大家，啊，像是教练，啊，他没有教员，没有教官，他自己当教练，啊，陪着大家一起学。啊，他自己原本是黑道的，无恶不作的，遇到佛法回过头来，大善人，第一大善人。啊，不但自己回头，能带领3年，带领7000多人回头。这里面还有2000多是地方干部。啊，都变成好官员了，真能救国家了，啊，真能救全世界。中国文化救全世界不是假的，真的。啊，所以我也想到，我们这个地方也要办。啊，可以把他的一套教材统统拿来，我们这边派几个人到那边去参加个1-2次，认真学习，啊，回来之后在台湾开办，啊，越多越好啊，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镇都办，1年天下太平，啊，社会问题全没有了。啊，人心向善，连自然灾害也没有了。啊，实际上没有自然灾害，自然是最健康的，是最美的，最好的。我们违背了自然，啊，自然报复你。啊，这就是天然灾害啊，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晓得。那么化解烦恼习气，啊，化解妄想杂念，最好的方法念佛，心愿持名。啊，让我们20-60就从早到晚，心里面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请出去。好，这最健康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啊，心地什么都没有，连佛也没有。那是84000法门的宗旨，难呐，我们做不到啊。心上放一个东西，行，啊，用这一个代表一切，把一切归元成一尊阿弥陀佛，这个我们做得到。啊，心里什么都没有，做不到。啊，有很多人什么都没有，他执着空，那还是一桩东西在啊。他心里什么？他心里有个空，有个空，他就不空了。啊，那个烦恼的根没拔除啊。我们现在用特别的方法，把阿弥陀佛请来，把烦恼拔除掉。啊，一定要觉悟，人世间太苦了。啊，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善人少，恶人多。啊，做好事苦啊，非常辛苦啊，干坏事有人帮忙啊。
啊，我们一生奉公守法，啊，学佛之后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一生依教奉行，没有护持。啊，为什么没有护持？正知正见的人太少了。啊，那些护法的人很多，都是世间的大官贵人财主。啊，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你为他祈祷，啊，天天功德为他回向，帮助他升官发财。啊，他来护持。那讲经的可怜，那讲经不行，这个没用处。啊，他不来，他根本不来听经。啊，所以讲经没有人照顾啊。啊，古时候讲经的人，国王大臣照顾。啊，现在国家不管你了。啊，让你自生自灭。啊，所以我们这里照片挂的有个韩馆长，啊，他护持我30年，到他往生，啊，没有他30年的护持，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啊，30年，他给我一个安定的环境，每天可以学习经教，可以有讲台练习讲经，啊，听众不拘多少，啊，从5-6个人，啊，到几百个人，啊，这在过去在台湾前面30年的，啊，没有这30年。哪来的成就？啊，所以这个护法功德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每一天讲经都给他们回向。啊，老师是不指路啊，帮助我们解除经典上的疑难，啊，护持重要啊，不护持，你身心不安，你怎么能把心定下来学教？啊，所以护持功德非常大。啊，诸位要是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才真正相信经上这2句话：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才真正相信，才体会到这2句话的深意。我们再往下看，如经云。深读度土，获其福德，可得了长寿涅槃之道啊！啊，人解脱就是放下。为什么要放下？你看，头一个放下身。身放下，为什么？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这个工具可以利用，这假的，借假修真，这就对了。啊，我用这个假身体，我来修真道。
啊，修成心性里面本来佛，这是佛教。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是假的。啊，为什么？自性就是佛。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性的人是真佛，不是假佛。啊，所以我们晓得，越学越去越清楚，越学越明白。啊，我们自己有信心，有把握，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在生活当中啊，法喜充满，啊，常生欢喜心呐。欢喜从哪来的？从净土来的，从阿弥陀佛而来的。啊，身独独土。今天的度脱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福德我们无法想象，这不可思议。到达极乐世界就得到了，而且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啊，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涅槃就是半涅槃，半涅槃意思就是不生不灭。慧能大师第二句所说的涅槃啊，真正的无量寿，不生不灭是真的无量寿，有生有灭，寿命再长，那都不是真的无量寿，叫有量的无量寿啊，不是真的。到极乐世界确实能证得大半涅槃，跟阿弥陀佛一样。又执事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句话是本经上的，非常重要。只是遇到你遇到这部经，你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能够读诵，能够依教奉行，那你就随意所愿啊，你能度自己，你也能帮助别人啊，皆可得度啊。这一句非常难得。那么十六位大师都是在家菩萨啊，每一位表法的意思啊，在这边呢都简单介绍过了。我们看下文，二位上书表以上十六正士为会众无量无边一时来集的在家菩萨中的上书啊，这里给我们第六个信息：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在家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啊，这句话很重要。
根据慧疏及真解的所说的。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以普贤文殊正是释迦慧中上首，故举两大事总摄慧中啊一切菩萨。啊，让我们看看表法的意思。第二呢，弥勒是当来贤界成佛诸菩萨的上首。弥勒代表贤界千佛。啊，他是千佛里的第五尊佛。啊，第五尊佛以后的这995尊的现在都是等觉菩萨。那么第三个呢，贤护等16正士正是会中居家菩萨的上首，在家菩萨。说得好啊，此说稳妥啊，啊，这是日本慧疏跟真解都是日本的祖师大德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说得好啊，表法的意思说得非常圆满啊，释迦会上普贤文殊代表贤界千佛，弥勒代表16正士，代表无量无边的在家菩萨。这个说法说的稳妥，故不才经营之说啊，啊，经营书里面讲的不采取啊，采取日本法师说的彼将文殊普贤也并于贤界成佛之菩萨中啊，这个是净严寺小慧远隋朝的啊，隋朝的慧远大师，他住的寺庙叫净严寺啊，所以后人对他的尊敬不称名，称他的寺啊，称为净严大师啊，他的这个说法没有日本那两种说的好啊。前面讲的表法，下面这一段呢，广叹赞叹这一些菩萨们的真实之德啊，这里面分四课。第一课普赞实德，这又分四小课啊。第一个小课德尊普贤啊，我们看经文，只有一句：贤共尊修啊。普贤大师之德，虽然只有一句，这一句太重要了啊！我们看念到的注解，本品从贤公尊修至品末之不可思议，皆是赞叹普贤大师即会中一切菩萨之德。啊，与会的这些菩萨。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大士。啊，大士者即菩萨。啊，对菩萨的尊称。
即大道心有情。中国古时候翻译菩萨把它翻作大道心有情。有情这两个字还是出自玄奘，古人只翻到大道心啊，玄奘大师加个有情，因为大道心可以成佛，佛是大道心啊，但是菩萨还有情，情执没有断干净啊，这个情是什么呢？无时无明的烦恼习气啊，你看看现行跟习气，阿罗汉见思烦恼的现行断掉了，确实没有了，但是还有习气。所以他证阿罗汉果，阿罗汉还有见思烦恼习气。他在四圣法界声闻法界里面断习气，把见思烦恼习气断掉，断掉之后他就提升了，他就不是阿罗汉了，辟支佛，比阿罗汉高一级也就是辟支佛见思跟见思习气统统断阿罗汉只断见思，没有断习气。那么辟支佛见思习气断了，在他的果位上，他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就提升了，他就是菩萨了十法界里面的菩萨。那个菩萨带着习气，尘沙烦恼习气，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尽，菩萨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六级佛里都说相似级佛，不是真佛这个佛断了什么？见思烦恼、尘沙烦恼、现行习气统统断干净了，在他这个地位上断无明无明断了，无明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我们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地方就够了这是什么？这是无明破了无明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称之为化身大士化身大士在十宝图里面有41个位置这就是41人居净土
四十一人，设住、设行、设回向、设地等九，啊，都是法身菩萨，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但是不起心不动念，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没断，啊，现行真的断了，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修行，这个地方有没有方法断？没有。如果你说我有个方法来断无时无明习气，那呢又一个烦恼起，他没有，怎么断法？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啊，那么这四十一个位次，我们就理解了。在下面的习气浓，在上面的习气淡薄。啊，要多长的时间习气完全断干净？三个身体节，这就叫有量的无量寿。啊，三大阿僧祇劫是无量寿啊，但是三大阿僧祇劫是有量的，啊，不是真正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寿。但是他们习气断尽了，证得妙觉了，那就真的无量寿。所以这个有量的跟无量是连接的，决定证得真正无量寿。我们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一点都不能含糊啊！他们断无明的习气，经上有个比喻，好像酒瓶啊，陈酒的酒瓶，酒瓶倒干净的，擦干净，确实一滴都没有，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啊！怎么办呢？瓶盖打开放在便利的，过半年过一年再去闻。啊，所以这个习气浓淡分成四十一个等级是怎么来的？啊，在那个地方不起心不动念，哪还有什么等级？没有等级。啊，所以这个等级不能说真有，也不能说真无。啊，你要说他没有，确实每一个在十宝图的菩萨，确实习气浓淡有这个问题存在。到完全断尽了，就不住报土了，十报庄严土也没有了。符合《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那真的现前呢？真的是常寂光。这个时候啊，菩萨融入常寂光。身心都融入啊，常寂光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常寂光净土里面的化身如来在面前，他要现身，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没有来去啊，没有先后啊，没有缘尽啊，他就在面前啊，跟我们自己的自信融成一体啊。啊，所以这是佛法里所说的，世间所有宗教都没有说过一体。啊，好像老子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有这个意思。啊，这是常寂光里头化身如来。啊，虽然融成一片光，但是光能起作用，能现万法。不起作用的时候，隐什么都没有，起作用时候现。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是现。
啊，不现的时候呢，就是隐，隐现一如，隐现自在，众生有感，他就现。我们众生念佛，佛就现。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没有现？我们有业障。如果我们没有业障，阿弥陀佛随时就现。啊，海贤法师到了晚年，跟阿弥陀佛那边呢，他的业障没有了，所以他随时可以看。啊，那么这本书孙赞生的这本书我们要问海贤和尚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但是没有人送给他，他自己不可以去拿，一定要有人送给他才算是圆成书，他也自己拿早就拿到了，这书出了不少年了啊，但是不断的在增加，啊，在修订，啊，也出了好几年，好多年了，啊，所以一定要有人送给他，啊，阿弥陀佛才会现身的接他走，啊，跟佛陀有约，他就天天在等呢，等哪个人来送给他。啊，谁送给他，他也知道，他不是不知道，全知道啊！啊，所以他的心里很踏实，一个妄念都没有，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四为四福，这个四福就是中国古时候。啊，社会阶级分四农工商，四是现在讲的知识分子，啊，但是知识分子还不行，啊，不是四的真正意思，四是有智慧、有德行、有道德的、有学问的这些读书人，自称为四。啊，那么大了。前面所说的大道行众生啊，这就不必再提了啊。那本会本经会中以普贤菩萨为一切菩萨之上首他做一个总的代表，代表出家的跟《华严经》上所列的完全相同啊，与像文殊、弥勒、贤护等出家在家菩萨，即十方来会无量无边之诸大菩萨，皆习尊贤。普贤大师之德这一句重要了啊，我们要特别重视普贤菩萨所表的法，是成佛的地方，我们要想修行成佛，到最高的一个层次，就是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十大愿望。这个地方有引。啊，普贤大师乃华严长子，其智德
即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十大愿望不能不重，不重视啊！你要不修这个，你生不了极乐世界。所以我们早年在美国，黄念老交代我，夏莲老一生一个愿望，希望建立净宗学会。净宗学会这个名称是他老人家定的，一直呢都没有机会。我在国外就方便了，他嘱咐我，希望我在每个地方讲经，都建一个净宗学会。所以我在美国那段时间，美国、加拿大总共有30多个会。好像现在还有10几个，还在。美国第一个会是在旧金山，在桑尼维尔，这个会现在还在，杨一华居士主持。我写了个缘起，提出净宗同学。行门无窟，就是我们的修行。这五窟就是戒律，用这个就是持戒了。第一个是净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敬，第三个戒定慧三学。第四个是六波罗蜜六度，第五个就是普贤十愿。很容易记，如果太多了太深了记不得，没用处。要很简单，要容易记，时时刻刻能提醒。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五课相不相应，相应正法，不相应我们走偏了，走歪了，不知道走哪去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净业三福是最高指导原则，儒释道的三个根就从这来的，所以我们没有违背这个原则，孝亲尊次。落实在弟子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道教的，修十善业，十善业道经，这是佛教的，我还做了个解本，便利大家学习。那么另外包括佛教里面讲的戒律威仪在第二幅，第三幅讲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统统依照这个指导原则。六合敬，那就是若要佛法行，唯有圣战士才做到合敬，佛法兴旺。如果生不能战胜，而且互相批评、互相毁谤，佛法就灭了。信众看到这个样子，我跟谁学好？你们都不是好人，好人不骂人，
你们都不是好人，算了，我都不学了，啊，改信别的教了。啊，同学们一定要晓得，今天世界有人调查了，啊，信仰宗教的人，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是一家人，啊，这三个教用的经典就是新旧约。犹太教用旧约，不承认新约；基督教用新约，不修旧约；天主教两个都修。啊，我有一年在新加坡、欧洲那边有些同学，外国人，啊，他不是中国人，欧洲人，问我这三个教的关系，他们提出来，问我怎么看法。我举了个比喻，我说他们三个三家一家人，啊，犹太教一家三派，啊，犹太教是皇上那一派，啊，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玛利亚皇后嘛，啊，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耶稣嘛，我说他们。关系是这样的，他们很赞成，他你比喻得很好，啊，确实可以代表我们有这种看法。这三家的信徒联合起来有23亿人，大概23到24亿，世界上最大的，啊。第二个是伊斯兰，伊斯兰教有16亿，啊，这个印度教大概有7亿，有7亿，佛教有5亿，啊，大宗教里头，佛教的信徒更少。啊，但是真正的佛教那很少，啊，真正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啊，那么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上，佛教里头看到有6种，啊，不一样的。第一个，释迦牟尼佛，佛教是教育，很少看到。啊，我走这条路。张家大师教我的，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因为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障碍，啊，他劝我出家，而且劝我要学释迦牟尼佛，啊，教给我去读2本书，释迦谱、释迦方志，那个时候书很难找，在大藏经里头。啊，所以我到善导寺借大藏经，把这2部书抄出来，好像分量不多，啊，才认识释迦牟尼佛。啊，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了49年。啊，79岁过世的。啊，我们中国人算虚岁，算80岁。啊，这是很不容易。啊，那么教学，佛教传到中国来是教学，一直大概到满清盛世还是教学。我们看到康熙、雍正、乾隆那个时代，高僧、高士在家居士很多，啊，真的是有修有证。
著作等身，啊，流传给后世。啊，我们现在学习，主要是以清朝注解，啊，因为它距离我们近，我们容易的理解。啊，再参考古著。啊，这是祖释迦牟尼佛教育的宗教。那另外有呢，学术的宗教。现在很多大学、文学院，特别是哲学，啊，哲学系里头有佛经哲学，啊，当作一种哲学去研究去了。啊，我从这儿入门。方东梅先生给我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才认识佛教的本来面目。啊，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大乘经典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我们从这入门。啊，那么今天科学家、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大乘佛经是高等科学。啊，科学研究的成果都没有超越大乘经的范围。啊，所以你要问佛教到底是什么？啊，可以这样解释：普世的教育，啊，对于世界安定和谐、幸福美满的教育，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啊，这是普世的，往上提升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这是佛教。所以大学里都有开了课程，就变成学术。啊，我过去也教过几年。啊，那么第三种呢，变成宗教了。啊。变成宗教，我看大概就300年啊，应该是嘉庆以后贬值了啊，大家对于经教不学了啊，以经忏法会为主啊，这就变成宗教了。古时候没有，古时候寺院庵堂都是学校，都是讲经教学啊。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出家人告诉我，他们历史上记载400年前日本大大小小寺庙统统讲经啊，换一句话说，日本不讲经400年了，中国佛教不讲经的时候，大概有300年。啊，400年前那个时代，是嘉庆的时代，乾隆的晚年。啊，就变成宗教，不能说。佛教不是宗教啊，有宗教的佛教啊。那么在现在有企业的佛教啊，把佛教道场做企业的经营，好像国际连锁店啊，有搞企业的，真的是企业化了啊。我还听说，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啊，还变成股份公司一样，啊，有股东的，啊，有上市的。啊，我听说，但是真的没看到，啊，所以有些可能。另外变成了观光旅游的宗教，佛教，啊，这个很多，啊，国内国外都很多，啊，都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啊，最后一个，邪教的佛教。啊，所以佛教在现前社会里头有六种，你学哪一种要搞清楚。啊，为什么呢？最后的结果不一样。啊，那么净土宗也是要教学。啊，不教学，像海贤那样的禀赋可以，不要学习净教，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生不拐弯，没有疑惑可以。啊，为什么？你会念到开悟。啊，中国人古时候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现在没有了，说出来没人相信。啊，这个方法是佛教传来的。啊，传来之后，中国儒教得很好，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变成中国传统文化。啊，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教学的方法是一门，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方法是叫你开悟啊，不是跟你讲啊。跟你讲，你一辈子不能开悟，把你的悟门堵死了。啊，所以古时候老师教学，只叫你念。句读、音韵正确，啊，句读没有错误，老师只负这个责任。啊，意思，你自己悟了之后，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帮你印证。啊，你悟的没错，啊，正知正解。老师给你做印证，啊，老师要说出来，你开什么悟？你没法子开悟。这个方法好啊，这个方法能出人才啊，啊，能出圣人、贤人、君子，啊，大彻大悟圣人，大悟贤人，小悟是君子。啊，他真的受用啊！啊，他为什么会开悟？他得定。啊，你看一千遍念下去，心定了。啊，用念书这个方法修禅定，是这个意思。所以读书千遍呢，是戒律，你要守这规矩。啊，就这一部书，不能改第二部。啊，老师看你的状况。规定你这个书念三年就老实念三年，念五年你就老实念五年，啊，不定什么时候得定开悟了，这个好啊。那现在学校呢，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很多，他有没有开悟？没开悟，还是反复啊，所以中国古人是以开悟为学习的目标。现在人完全知识，
啊，知识不是智慧，知识有局限。啊，而且呢，有后遗症。啊，今天是知识爆炸，崇尚科学知识，没有智慧，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汤恩比为什么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解决二十一世纪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为什么？他有智慧。啊，他的理念不错。啊，他就是持戒、得定、开悟，就戒定慧三学。你一定要用这个。啊，那么开用这个方法要什么样的条件呢？人要老实，要听话，要正干。啊，那么在一般人来讲的时候，要真诚。啊，要亲近，要恭敬。就是现在一般人有真诚心，有亲近心，有恭敬心，可以用读书千遍的方法，他会开悟。如果没有这三种心的时候，心浮气躁，啊，没有恭敬心，没有尊重心，神仙来教他，孔子来教他都没用处。所以今天学生难找啊，到哪里去找啊？啊，所以我建议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进入这个学校之前，先学五年戒律。啊，拿到戒律戒学毕业证书，才可以进入大学学其他的科系。啊，才真正起作用。如果把戒律疏忽了，没用处，将来都变成知识。啊，跟现在外国学校一样。啊，我们到欧洲去参观，啊，通通把中国古籍都变成古代的文化来研究，与现在人完全不相干。你说那学它干什么？啊，都变成考古了。啊，我们去访问带给他的信息，中国古籍是智慧，不是知识，所以它不会被淘汰的。啊，几千年前管用，现在管用，几千年后还管用，他们感到很惊讶。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跟佛法的，在这个世纪里头，这一百年当中，大概只有汤恩比一个，我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啊，他真的是看透了，看清楚，看明白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